他是上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今天是轻松下凉干活的好天气，没得一点太阳。有两个高兴的事，第一个，我们四个人把那18层楼的阳台终于封完了，都是一嘴窝干了，有个生活阳台，有个客厅大阳台哈。第二个呀，我家老二今天终于开学了，这两天就要到学校去军训了，现在到了中午。跟老婆打个电话问看看，他今早把小弟给送到学校去的哇。喂，喂，接完没有？还在切啊，正在切。我爷今天把小弟给送到学校去，怎么样啊？他跟我生气嘞，我那个我把钱来都拿着他的，作业费、军校费，都拿的，另外还跟他拿了100块钱。你另外敢拿100块钱？啊，爷。不节约，在学校买这买那的，买车的。好，要的要的要的，好。一个上班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嗯。要的。好，我吃完了，还在忙我，下午还上班。刚才跟老婆打了电话哈，他把小弟给送到学校去了，他另外得多给拿了100块钱。这个切到完都要找班子睡觉了。大家你们读书的朋友们，还有就是家长那些既然读高一初大一的那些哈，有没有家长送到学校去的啊？还是学生自己独立去的啊？其实我觉得哈，现在的上高中上大学哈都可以独立了，用不着父母啊把送到学校去。反正呢，马上开学了哇，在新的学期哈，希望大家读书的朋友们哈，还是努个力。那主题逻辑逻辑的，想是想，就是懒得啃了。最后一个了哈，我们那个手每天走到河路啊，戴着那手套，切换洗，再洗都洗不脱，白拉拉的啊。没有高头不肯了，光骨头。今天做活动安逸，没得太阳。刮舒服的，大几天煮个葫芦热得不得了，像那个衣裳裤子是打湿完了的。今下午啊，我们就去贴报纹板了，上午把那个阳台封完了的地方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